好之后给它捞出来。这是啥呢？这不快过年了，我做点豆腐。我爸这在啥去？然后帮我把豆浆抬出来。豆浆挺纯的。一会儿咱俩整点豆浆，再整点豆子。豆浆干不了了。要不，烧开了盛出来。开始点豆腐，加点骨水。做豆腐。给它压上，豆腐拿完了，先盛点豆浆喝。泡好豆往豆盆里，做点豆腐了啊！看看二十多秒。爹，这豆浆挺浓啊。这白糖，小哥，这白糖。爹，这都做不错，挺好啊。啊，那小哥整的挺成功。小哥，给我拿个盘子，留两块，一会儿咱俩吃。好。小哥，一会儿这几块你拿回去。干了，端豆子上外面给它冻上了。行，这豆腐真嫩。整完了，杨哥快进屋进屋。切点碎的红，给它泡上。切点牛肉末。切点葱，姜。起锅烧油，油热放锅上搞里头，放上搞里头，再来个大料，倒入青花小碟，醋倒里，四角红倒里，来点味素，盖一盖，炖到28分钟。起锅了，把肉片里边放个鸡蛋清，面子放点，肉片下里，捞起来，豆脑盛出来，以后来点酸菜，来块土豆底料，老百姓，蚝油。放点酒吧料里，一片豆里，味素鸡精搞里头，勾个芡，来葱花蒜末，来点鸡肉，豆腐焯个水，煮热牛肉末放里，葱花搞里，来条可菜馆，再来点豆瓣酱，再来点香辣酱，再来点蚝油，把味素鸡精白糖，再酱搞里，放点豆腐倒里。勾个小馅，来点红油，出锅了。快吃，杨哥都饿了吧，杨哥。这豆味真正啊！多吃点。说晚上吃肉啊。嗯呐，妈，长大些能吃了吗？那豆苗留着吃呗，这不过年了吗？妈，这做豆腐呀？那血里红炖豆腐多好吃啊！这也豆腐呀？这是啥呀？那这也是豆腐呀？这麻婆豆腐多好吃啊！你这还行，这还有点肉。嗯，这样香。吃小哥，吃。啊！哎呀，这底下也是豆腐啊！这咋的？今儿豆腐开会呀、啊？